请掀开经本，第37面，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看起。我们将经文念一念啊。佛有无量夜叉王，所谓毗沙门夜叉王，自在音夜叉王，延迟气障夜叉王，大智慧夜叉王，炎炎主夜叉王，金刚眼夜叉王，永见毕夜叉王。昨天呢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第八尊永抵大军夜叉王。这一段经文是以夜叉这一类的众生来代表回向法门里面第五回向。第五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无尽功德藏就在这十位菩萨德号里面所实现出来。我们从这些名号细细体会它的意思，就知道如何来学习。前面说过，永见毕是表示言到手到，就像观世音菩萨示现千手千眼这个意思相同。第八尊永抵大军，这个军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魔军。魔能损害人，就好比敌人的军队来侵犯我们一样，把它比喻作这个大军。所以这个世尊示现成道的时候，降魔，那么也把魔比喻作军队，降服魔军。其实魔对我们的损害远远超过这些军队，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得到的。魔是指什么？此地专指外在的诱惑。佛经里面讲的魔王波学是外来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如果被这些境界迷惑了，被这些境界动摇，那么这些境界全都是
魔王波旬的力量。试问，今天这个世间人有几个人能够不受诱惑呢？不但凡夫经不起诱惑，修道人呢，往往也经不起诱惑。所以道业不能成就啊。佛菩萨在此的事情，有能力抗拒他，有能力不受诱惑。什么能力呢？定慧。有定，在一切境界里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啊。有慧，对于外面的境界相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外面六尘境界，正如《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又从比喻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简单的说，这个法有起有灭，或者我们说有生有灭。只要是有生有灭的都叫做有为法。那我们看看哪些法不是有为法的？所有一切动物，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身体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有为法的。心里面一个妄想，前一个妄想灭了，后一个妄想就生起来了。所以这个妄想呢，也是有为法。那么这样说起来，物质是有为法了，精神方面还是有为法。再看看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样看起来，这个世间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几乎全部都是有为法。好像啊，只有这个虚空啊不是有为法。三千年这个虚空是那个样子，三千年之后的虚空啊没有变化。所以相宗里面，天亲菩萨根据瑜伽师地论，将论里面所说的660法归纳为100法，百法，百法展开就是一切法。百法里面一共说了五类，第一类心法，法相中称为八摄心王。这是心法，
我们刚才讲起心动念啊，妄想分别睡心法。第二呢，心法的作用啊，称之为心所有法，一共有51种啊。心心所都是属于精神的部分，都是属于心理的部分，它有生有灭。第三类呢，色法，色法就是讲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六根，除了一根之外，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境界，都叫做色法。所以这个色法包括色、声、香、味、触。因为一根对的是心法，就是心心所。这色法的范围非常广大。第四类叫心不相应行法，这个法呢有，不能说它没有，它不是心法，不与心法相应，也不与心所相应，也不与色法相应，所以叫不相应行法。有，确实有这个东西。这类东西啊，用现在的名词来说，抽象的概念，决定不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些事，它只是抽象的概念而已。譬如我们讲时间，时间就是不相应性法，过去、现在、未来，它不是心，也不是心所，也不是。我们讲空间，四方、四维、上下，这个也不是心心所，也不是色法，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完全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决定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众生呢，偏偏执着，以为这个东西是有，这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四类都叫做有为法，表法幕后一位叫无为法，有6种，这6种里面，虚空是1种。而实际上虚空并不是真正的无为法，相似啊，因为有为法里面它哪一类它都不相应，所以归到无为法里面了。无为只有最后一个是真的无为，真如无为。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要提起观照的功夫，对于我们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如露也如电呐。露水跟电、闪电，比喻这些现象，
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无常的，所以它不是真的。真的永远不变，那就是真的。所以实在讲，只有真如是真的，永远不变。你能把事实真相看破了，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不会被迷惑了。所以你有慧，能降伏魔君；有定，能够抵御魔君，能够抵抗他，不受他的伤害。有智慧呀，就把那个魔君转变了，把它化解掉了，这个才叫勇敌大军啊。所以佛陀教给我们的千经万论，归纳到最后，戒定慧三学，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真努力学习戒定慧三学，你就有能力勇敌魔君，不会受魔的扰乱，不会受魔的伤害，你的生活就自在了，你的受用就快乐了。那么这是第八尊菩萨所表的。第九尊富资财夜叉王，回向位的菩萨。所谓回向，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我们要想帮助别人，这个资财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想帮人忙，自己没有力量，那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帮助人最重要的还是财富，所以佛成佛要兑现他在因地里面所发的大愿。什么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成佛之后要去帮助他们了。那要没有财富怎么行？财富从哪里来呢？修啊，这佛在经上常讲啊，成佛之后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福啊，百劫修福啊，所以佛称为啊二足尊呐，足就是圆满满足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报。智慧圆满了，福报也圆满了，这才称为二足尊。也许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有疑问，成了佛，佛不是证得大圆满了吗？ 那还得要去修福啊？对，还得要修福。
可是你要懂得佛有四种佛啊，给你讲啊，各界修福，这是藏教的佛。我们在经上看到八相成道，那是藏教的佛，他要修福。通教的佛也要修福，为什么呢？没有见性嘛。别教跟原教不必要修，为什么？见性，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的，那是真的无量无边的，所以他不需要了。但是藏教通教没有见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想帮助别人，我们没见性啊，自性里面无量的财宝一文钱都拿不出来。好比什么呢？你的财宝很多啊，钱财很多啊，都在银行里，身上一文都没有，肚子饿了讨饭，很可怜的就讨饭了，再不然就做小工赚个一点钱去吃一顿饭。我们自信的智慧宝藏啊，就像银行一样，关了门啊，拿不出来啊。怎样去开发呢？见性就开发了。我们没有见性，所以一定要临时打工。这个藏教佛、通教佛没有见性，所以成佛呢，要百劫修福。就一般讲成佛了，要懂得他成的是什么佛。佛有好多种啊，要搞清楚。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当中，我们是凡夫，我们也发慈悲心，也想时时刻刻帮助别人，那就一定要得财富。这个佛在经里面说的太多了。财富从哪里来呢？财布施。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那么你这个财富源源不断啊。就像泉水一样。往外面涌啊。这个财源呢，才真正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你一定要懂得施，你要不懂布施，那就不行。这个道理很重要，很重要。佛在经论里面这些事情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可是境界现前呢，还是舍不得。这说境界一现前呢，马上就迷了。读经的时候，听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智慧开了。听完之后也又迷了，这个难呐。所以佛劝导我们，经不可不读，这个话就很有道理。常常读，常常听，这个印象慢慢就深刻了，在境界里面才提得起
关照啊，那才管用啊。见到有需要帮忙的人，你自自然然就肯伸出援手，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你肯布施，欢喜布施，你能够真正得受布施的果报，那就是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源源不断而来，你就源源不断的布施，决定不可以贪财，决定不可以吝啬，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要帮助别人，形象非常重要啊。才能够帮助别人发心。佛，所以成佛之后为什么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福？福报就是无量的相好。佛经里面讲的32相80种好啊，是我们娑婆世界人审美的标准。这个每一个世界这个审美标准并不相同，娑婆世界众生一般审美是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菩萨一定要修福，有智慧，有能力，有财富，又有好的形象。好的形象能摄受一切众生，令众生接触之后生两目之心啊！你又肯慈悲去帮助他，他怎么不欢喜？所以佛菩萨摄受一切众生，有4个原则，这4个原则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跟他结缘，这个众生你跟他不认识，甚至他看你讨厌，看你就不高兴，但是你送一份厚礼他也会笑笑，也会接受吧，这改善关系嘛，常常送礼物给他嘛，就布施是第一个手段啊。第二个手段的爱语，这个爱语不是说好听的话，是真正爱护他的话。那真的爱护，打他骂他也是爱护。他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爱护他。第三个是利心，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真正的利益了，有真正的好处啊。这个是必要的手段。第四个是同事，他喜欢什么我们都能够随喜，
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清净，能够清净，信任你，欢喜你，你一跟他讲经说法，他会接受，他会听的。我们要想帮助人，违背这四个原则，你的智慧再高，能力再强，讲经说法天花乱坠，人家不喜欢听啊，给你没缘，一定要跟大众广结法缘。我到新加坡，甚至到全世界各个地区，他们请我去讲经，请我去讲演，我人没有到，这个戒缘的东西大量都到了，先跟大家戒缘嘛，然后再登坛讲经，先戒缘。戒缘也要有缘才行，没有缘就不行了。我这么多年来，我在讲台上讲经，今年是40年了。我是33岁出来讲经的。那么这40年来，如果大家给我的这些供养，我要去盖几个大庙不难啊，也能盖得像样啊。可是我没有盖庙，我把这些钱通通印金，这些年来做录像带、录影带，这个 CD 现在还有 VCD。普遍跟全世界的同修们结缘，所以庙没有了。今天还有同学问我，法师你住在哪里？我没地方住，我自己没有地方啊。我有法缘，我的缘结得太多，你看所有供养这里来了，哪个地方就去了，还是这个样子，清净自在啊，没有烦恼啊。钱多了真的麻烦啊，天天在那里盘算啊，现在货币在贬值，麻烦了啊，怎么能不操心？还是什么都没有好啊。什么股票啊，经济衰退啊，贬值啊，与我统统不相干。你说这个多自在。而且我的这些供养啊，还源源不断而来，没少。我在此地做个样子给大家看。我现在每一年的收入，大家供养我的这些红包，最保守的估计有100万美金，只有超过不会比这个少，多的可能达到300-400万，每年这么多，身上一分钱没有啊，流水啊流去了，从我面前流过的有这么多。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你这个富资财不缺乏，富有不一定要你的积蓄，你能够用，
你能够用这么多，不必据为己有啊，这就好啊。财要大家去享受，一切众生共同享受，这个财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们看到大家受用，生无量的欢喜心。个人如果去享受，麻烦就大了。如果你一年有100万美金的收入，你这个一年把它享受掉，怎么个想法呢？总不能说一天吃10顿吧？天天去进补，我看补不了2年呢，老命就补掉了。这真的不是假的，特别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你看很多的老年痴呆症，为什么享福啊？他那个钱用不完了，躺在床上三班护士，他那么要享受法，那个享受法不怎么好啊，他不怎么舒服啊。有的时候就那样呀，要想个10-20年他才断气。就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有钱还是舍好啊，舍才是真正得到享受。理与思都要清楚，都要明白。这是菩萨在此地为我们实现。末后一尊立坏高山夜叉王，佛经里面以高山比喻我慢，我慢高山，这是很大的烦恼，对于我们修学严重的障碍。那么我们要问问，谁没有傲慢？特别是要自己反省，自己检点。这个是难啊。人看别人的过失容易，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学？事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学谦虚，谦虚就是对峙傲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谦虚，你就傲慢。你不能说我谦虚是没有，傲慢也没有啊，已经傲慢的架子现出来了，他还傲慢没有？这个傲慢是居生烦恼啊，不是学来的，是你生生世世累积带来的，不要学。哪个人没有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根本烦恼。你看贪嗔痴，下面就是慢，再就是疑，疑是对于圣贤的教诲怀疑，这5个都是根本烦恼。儒家孔孟的教学，他教的是世间法，没有教人了生死脱轮回，所以对于这个傲慢
他只是说傲不可长。这个意思就是傲慢不可以再增长了。他没有叫人断了。那么佛法教学的目标是要脱离三界六道，傲慢要不能够消除，六道轮回出不去。所以你看看小乘法里头所说的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正虚头还果，这就入圣人之流了，正得位不退了。小乘虚头还果，位不退了，有没有离开六道呢？没有。那他这个不退是什么意思？绝对不会再退转做凡夫，绝对不会退转到三恶道。所以断八十八品见惑，保证不到三恶道。三恶道的因由啊，缘断掉了，所以他决定不到三恶道。他的是这个畜生轮回人天两道，在人天两道，这虚脱完了，再断三界八十一品私惑，这个私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断正根本烦恼有六个，六个最后的是恶见，恶见就是见惑，粗果断掉，所以剩下来的是贪嗔痴慢疑这四种啊。这个四种断尽了，正四果阿罗汉，这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那个慢不断，那还行吗？你看看佛经里面，特别是在扩诵、在行法里面，各种忏悔法，你常常念到啊，一心恭敬，一切恭敬啊，这就是谦虚。我们常常念，念完之后啊，好像就没事了。真的，念完就忘掉了。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对人、对事、对物啊，真的做到一切恭敬？一切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对一切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中国人是外国人，要恭敬，平等的恭敬。对一切事要恭敬，对一切无要恭敬。无有一法不存恭敬心。这个叫学佛，不但这是学佛了，实实在在跟诸位讲，这是学佛最初入门之处。学佛从哪里学？就从这里学。儒家教学，教人做人，也从这里学。你看《礼记》，诸位打开《礼记》，第一篇《曲礼》，第一句话：“曲礼曰，
无不尽。那个无不尽，就跟我们佛法讲的一切恭敬一个意思。儒家教学从这里开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从这里开始。你看第一愿礼敬诸佛，诸佛两个字怎么讲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诸佛。这个我们在华严会上前面已经讲的很多了，很清楚了。我们对人对事稍稍有一点不高兴，我慢心就起来了，就成了障碍了。佛法里面说得很好，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障碍都来了。那么再说，这都是佛经上讲的，你好不容易修集的功德，一发脾气火烧功德林，你修的那个功德短，积功累德谈何容易啊！心里稍稍有一点不高兴，那功德就烧光了。因此我们要想想自己究竟积累多少功德，想想从什么时候发了脾气之后到现在没发，那就这么一点功德，前面呢，前面烧光了。谁把你烧光呢？魔帮助你烧光。这一切人事物引起你不高兴嘛，那个人事物就是魔，魔最嫉妒你的功德，但是魔没有办法破坏你的功德，魔只有劝你发脾气，发脾气，赶快烧，赶快烧，你就很听话，你就真的发脾气，你就把它烧掉了，魔在那里鼓掌啊，欢喜啊。所以你真正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啊，心里想发脾气，马上就要觉悟的，魔又再来找我的麻烦了，绝不上当。你呀，把心平下来，心平气和压住，你的功德才能保存呐。所以，功德不失持戒，保持功德了。忍辱啊，你能忍就不会发脾气吧，你忍不住，忍不住那你就上当了，你把你的功德全部毁掉了。功德没有了还好，还有的福德，福德不要紧，那个嗔恚之火烧不掉。为什么？福德是有漏的，功德是无漏的。那么所以说是你无漏的功德毁掉了，剩下那些有漏的就福德了，你来生就享福去。享福到哪一道享福可就不定，不一定在人天两道啊，畜生恶鬼里面享福的很多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所以你要有智慧，有能力破除傲慢的高山，
你才能够保持你的功德。这个地方是无尽功德藏回向啊。所以这个舍位上首啊，幕后这一位表法意思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体会。下面经文：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是总结啊，夜叉王这一类参与华严法会的大众，人数无量无边。末后一句坦得戒亲守护一切众生，夜叉罗刹都是凶猛的恶鬼，在我们讲不是善类呀，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啊，就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也有好几字啊提到这个夜叉罗刹啊，夜叉罗刹这个两类的恶鬼呀，都是属于毗沙门天王管辖的。天王是慈悲呀，他下面的小鬼很凶恶，不慈悲呀。于是诸佛菩萨示现为鬼王。那么这些夜叉王都是大鬼王。菩萨实现的，示现为他们的领袖，这才能够约束这些恶鬼，不准他们害人。那么这个就是守护的意思了啊，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戒亲守护一切众生。这一句话里面实在讲的是双关语，守护一切众生不受这些恶鬼的伤害，也守会守护这些恶鬼呀，不要去害人，不要去做恶业，这两重意思在里面。那么这是从思想说的，如果从表法上说的呢，守护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不要让这些烦恼啊邪见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破坏。所以我们从经文表法的意趣里面去观察啊，它是以罗刹夜叉来比喻邪知邪见啊，这个夜叉了比喻邪知邪见啊，罗刹比喻食我也啊，无逆食我啊，那是罗刹了啊，必须具足戒定智慧，
才能够护持法身慧命，不受邪见恶业之害，而能够远离恶业，能够远离邪见，取这个意思。再看底下经文，第38面，佛有无量诸大龙王。这一句是标述列类，给我们说明这个团体，龙王这个团体数量呢也是无量无边。这些地方我们都不能够疏忽，因为无量这两个字就告诉我们，华严法会是在一真法界里面开的，所以他的与会的大众是尽虚空遍法界，各个不同种类的团体全部都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所谓毗卢波刹龙王，娑羯罗龙王，云隐妙床龙王，焰口海光龙王，蒲高云床龙王，得察切龙王，无边部龙王，清净色龙王，普运大圣龙王，无热恼龙王，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心云不语，令诸众生热恼消除。这个一段龙王这个名称中国人很熟悉，在中国许多地方甚至农村里面都有龙王庙那我们知道这是水神龙王，有海龙王，江河乃至于井里面都有龙王，属于水神。那么此地说的龙王是八部鬼神里面的一类，也是佛门的护法神。龙善于变化，能够变大，能够变小，能现形，能隐形，是一个很善变的。它代表我们的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变化多端就像善变的龙一样。所以这个上首十位上首，第一位上首毗卢波刹，毗卢波刹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广目，四大天王的西方天王，西方天王是
广目天王。他这个八部鬼神呢，他也管两类，一类呀就是龙，所以广目天王啊，你看我们看塑的这个形象，手上拿的龙，是不是？他是大龙王。另外管的一类呢，叫富丹诺。富丹诺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热病鬼。这都是鬼神的首领，这是大鬼王。那么第一位，这是四大天王之一。前面这个大夜叉王是毗沙门，是北方多闻天王。你看大龙王啊，是西方广目天王。那么他表法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在此地代表第六回向，第六回向是随顺坚固回向。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要不退心啊，那才能坚固啊。我们凡夫恒顺众生，遇到不顺的那个境缘，我们顺众生，众生不顺我们，你就起烦恼了，往往就退心了。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永远不退心，所以他才能成就无量功德。那么要随顺，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随顺一切众生，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凡夫感情用事，不是智慧用事，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难了。怎么能够不退转呢？怎么能不退心呢？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得跟菩萨一样？转烦恼成菩提，转情识为智慧。所谓是转八识成四智，那个时候就行。你得随顺这个愿坚固了，就不会退转了。广目天王跟多闻天王都是教导我们求学的方法，他们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归纳简单的来说，广学多闻。广目是多看的，多闻是多听的。两个意思都很深，都很广。多看要看
古圣先贤的典籍，你要多看，也要看现在人的一些生活状况，才能够博古通今啊。知古不知今，不能度众生；知今不知古啊，也不能度众生。啊，一定要通达了，还得多听啊，听听古人怎么讲的，再听听现代人的意见。所以这两尊天王是教我们多看多听，在中国成语里面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广学多闻，古时候老师教学，他的确是用这个方法，现在见不到了。古时候老师教导的这些课程，如果这课程里面涉及古代的历史地理，往往老师一定要带领学生去旅游，实地去考察，去了解历史，了解地理环境，老师带着学生去，等于老师当导游，到达一个地区，向学生详细的解释，加深学习的印象，加深学习的兴趣，也能够帮助学生悟入。所以古时候读书乐啊，学习是最快乐的一桩事情，不像现在人，现在人念书念得好苦啊！从前读书乐啊，你看看朱夫子，宋朝朱熹，做了四首诗，四时读书乐，春夏秋冬啊，四时读书乐啊。人生的享受啊，没有比读书更快乐。所以有人说读书读得很辛苦，那是不会读书，会读书的人很快乐啊。有些同修也好心，对我的生活很怜悯啊，说法师天天讲经好苦哦。每天都要讲两个小时，好苦啊，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他不知道我最快乐的是在讲台上，下了讲台啊，这个快乐就减少了，讲台上是最快乐的呀。一天两个小时的快乐不够啊，最好多有几个小时，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没有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才晓得最快乐。那也有同修有一些同修来跟我说他说法师，你在讲台上讲经这个容貌啊，跟在台下不一样好像讲经的时候特别好看，为什么呢？快乐嘛。不讲经就不快乐了嘛，那相貌就难看了，一定道理嘛。
如果讲经讲得很累，讲得很苦，那应该在讲台上相貌很难看，不好看啊，不如在台下了。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这是一种享受。那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一天在享受两个小时，你们怎么忍心还叫我去减少？这怎么可以了？有很多人来劝我，两个钟点太长了，讲一个半钟点就好了，要把我的快乐要削减四分之一。这些人都不怀好意。所以说到这两位天王啊，我们就联想到光学多闻。这个毗卢波查他是四天王之一，这是大龙王。下面九尊呢，那就不是天王了，确确实实是龙王。这是八部归依神里面的领导人。那么他们都是这个广目天王所统辖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底下所讲的这个九尊龙王呢，都是广目天王的部属，是他的部下。紧接着看下面，梭羯罗龙王。梭羯罗是梵语，它的意思是大海，所以这个名称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海龙王，水里面呢最大的是海，是海，所以龙王里面呢是以海龙王最尊贵，也就是他的福报最大。那么他表法的意思，这个海有双关的意思，就凡夫来讲呢，业海啊，地藏经上常讲的凡夫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地藏经上给我们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啊，这是真的啊。为什么说起心动念都是罪业？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这就是业啊。我们冷静地去想想，哪一个人起心动念不为自己？都是为一个我，为我所有，从来没有放下过啊！不但没放下，放下这个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怎么办？这个问题严重了，天天不断在造业，你怎么能够脱离轮回？你在轮回里头愈陷愈深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头出头没，你很幸运到三善道来受身，这就好比头出在苦海里面呢，撑出头来吸一口新鲜空气，
再一会呢，又沉到海底去了。海底是比喻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了，必须要警觉到，六道众生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所以佛在经里头有个比喻说，三恶道是六道众生的家乡啊，三善道啊，是你出来旅游观光度假了。你看你度假能有几天？这个比喻比喻得好，这个比喻是我们听了很恐怖啊。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立刻就要想到用什么方法脱离苦海，脱离轮回。警觉性高的，他就动这个念头。只要升起这个念头，哪怕这个念头很微弱，时间很短暂，就能感动诸佛菩萨，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为什么呢？你有缘，动了这个念头啊，与佛有缘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一切众生连这个念头都还没有动一下，佛对他无可奈何，没有法子帮助他。如果动这一念好，动这一念的机缘虽不是完全成熟，有成熟的可能，佛不会舍弃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意思就在此地。那么这个人他这一生呢，能不能得度呢？能不能真的出离六道呢？那就要看他的缘分了。这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他才动这么一个念头，假如他的缘非常殊胜，他这一生很可能呢就成就。可是有很多同修跟我听了二三十年都不开悟，什么原因呢？他不会听，怎么说都不会听呢？一面听一面打妄想，这个就不行。要知道，听经是修行，听经是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就在这当中完成。同时具足戒定慧啊。你听经坐在那里端端正正规规矩矩，这是持戒。遵照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我们怎么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能够坚持遵守持戒，所以听经你只是用心去听，经上常讲谛听谛听的，仔细听，用心听，听着不打妄想，听懂就懂，听不懂不要去想，不懂没有关系，
明天还要讲。这一部《华严经》这么大，每一桩事情、每一个道理、每一个方法，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这个地方没听清楚，还有底下。所以用不住啊，去想。为什么呢？一想啊，就落在意识里面去了，就胡思乱想。佛的意思，我们胡思乱想怎么能想明白啊？哪有这种道理啊？真正明白了，现在人家直觉，你一听立刻就懂，那叫悟处啊，你就明白了。如果说想一想，想一想没有明白，越想越糟糕，越想越远呢，想不得了。这叫慧听呢，这是持戒，听经顺持戒。一心去听呢，就是修定。听得字字清楚，句句分明，这是慧，这根本之。如果一面听一面想，我讲的这个意思，还要想，哎，法师讲这个意思对不对呀？这更糟糕了，不要差到哪里去了。说实实在在的话，法师讲两个多小时蛮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才可以想啊，蛮有意思你想它干什么？我在上台讲经之前没有预备呀，没有说今天想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你还说为什么意思，那怪了，那是你的意思，绝不是我的意思，我没有意思。你听了有意思，我没有意思。所以啊，不可以大妄想，不必去研究，听懂了就懂了，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你有戒有定吧。实在讲，慧就在其中，或者慧没能现前，就是常常这样修呢，就决定了开智慧。所以古人呢，他这个三年五载的话，他听经能开悟。我们现在听经不开悟，不懂这个方法，完全落在意识里头就糟了。宗门提倡的是立心意识参，教下也不例外啊，也要立心意识啊。心意识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若印象。意识莫那，执着。识是第六意识分别。那么立心意识，简单的讲，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你真的会听啊。所以是听而无听啊，无听而听。你就真会听啊。你才会开悟啊，听经也能入定啊，也会开悟啊。那么这是龙王表意海。另外一个意思呢，龙王也表性海，那是佛菩萨的境界。性海里面就跟大海一样，我们知道大海里面无尽的宝藏啊，这入海要取宝啊。我们性海里面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
无尽的才艺，乃至于无尽的财富啊。见性之后，性德才现前。我们在经上看到法身大士，这个是见性之人，我们称他为法身大士。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一类的菩萨则称法身菩萨。他们的性德显露出来了，能够在尽虚空变法界，随类现身，随机说法。这个说法里面也含着表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海龙王有着两重意思。夜海我们要有决心离开，要离开它了。性海我们要有愿心去求证了，苏杰罗龙王表这个意思。下面这一尊云音妙床龙王，这个德号我们一看很容易体会，这一定是说法啊，它有音，它有妙啊，它有音的说法。这个床呢是事相啊，现象，它有两个意思在里头啊，一个说法了，一个是现象。说法是音声，现象是形色。如果落实在我们生活上，这就是所谓的言教身教。音是言教，床比身教。不但是用言语教导，而且要做出榜样，要示范给众生看，这床的意思。但是它上面一个上面音上加个云，床上加个妙，这个意思就深。如果只有因跟床，这是世间法，这世间善法，有漏的善法，加上这两个字，那就是佛法了，真正是微妙之法了。云音，云在佛经里面用的非常之多，这个字用的多，妙也用的多，这两个字用的最多。两个字的用意都是代表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非有非无。你不能执着它有，你也不能执着它无，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云彩，
我们远远的看去有啊，接近的时候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常常乘飞机飞到云彩上，没有障碍。那是一团雾气，表非有非无。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说法，就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法不能执着啊，你执着错了。《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舍的意思是不执着。你要懂得它的意思，不可以执着它的言说。这叫立言说相。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但不能执着，说实在的话，还不能分别。分别也是过失，这个事情就难了。又不能不要，我们是凡夫，如果离开佛法，我们有依靠了。还得要他，这也是真实经上常常举的法律的比喻。过河我们要坐船啊，工具啊。可是到达对岸呢，这个船就不能要了。如果你再要它，你就上不了岸了。把这个传法比作佛法，佛法我们要用它，但是不能执着它，执着到不了彼岸。所以你知道，我要利用它，我不执着它。那我们要问，是不是等到我们哪一天开悟了，我才把佛法舍掉了，才不执着它呢？现在我没开悟啊，我一定要执着它，你就永远都不能开悟。为什么不能开悟呢？你老待在船上嘛，你怎么会上得了岸呢？所以佛教我们了，法上应舍，念念要舍啊！念念要舍，《华严经》还是没有离开，还是天天念它，天天念它，念念舍它。这个法子妙哦！为什么呢？境界一天比一天高。昨天我读华严经，我体会到一些意思，我舍掉了。今天再读华严经，意思比昨天更妙了。你要不舍昨天的，今天那个妙就妙不出来了。今天呢觉得更妙啊，是从昨天基础上往上提升的。像我们爬楼梯一样，你不舍弃你现在所爬的这个阶级，你就不能踏上更高的一层。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利己是同时的。不是说两个阶段吧，两个阶段你怎么能悟入呢？我现在读他，现在就离他。现在我讲他，现在就离他。
你的境界才不断向上提升啊。境界之深广是无尽的，诸佛菩萨之所以善学，他就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所以人家是微妙到基础啊，云表这个意思啊，表有无同时，立即同时啊，我们细细的去思维啊，细心的去体会。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如是，今天我们读诵这个经本啊，白纸黑字啊，亦佛如是啊，决定不要执着，执着死在具象，死在固执当中啊，那你就错了啊。妙床，刚才说床是高显，高而明显，这从形象上说的。正是我们先前所提出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如果我们有心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有心要做大众的模范，那就不妙了。为什么不妙呢？着相了。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众生做典型、做模范，不着相啊，不着相就妙了。根性力的人，聪明人，他能够觉察到。佛菩萨注释啊，根性不利的人，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等那个佛菩萨走了，哦呦，恍然大悟，这次才明了啊，那是佛菩萨再来啊。像从前永明延寿啊，他老人家的时候示现，谁知道啊？没人晓得。等到走了之后才知道，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非常后悔啊，那时候没有对他恭敬啊，没有去供养佛啊，往往还得罪他了。他已经走了。这个就叫妙啊，现象而不着相啊，说法而能够离一切法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为什么呢？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心是真清净的，那是真的实现了。有一丝毫分别执着，你还是凡夫，你要实现，那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不是真的，假的。真的决定于妙于云相应。
那是真的。所以这个德号里头，归根结底，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利一切妄想分别之处。但是决定是认真努力的学习，认真努力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不是说利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事情就不做了，那就错了，那就落空了。你很认真努力在做，但是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落在有边。去反复，不是落在空边，就是落在有边。这不是菩萨。菩萨是讲走的中道，空有两边不住。诸位细细去体会两边不住的这个味道。那么云音妙传龙王表的这个意思你就能体会到了。第四尊焰口海光龙王，这一尊菩萨的德号，华严会上全是菩萨，决定不是真正的龙王，真正龙王是鬼神道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这个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形象，愿以龙王身得度，再现龙王身二为说法，所以他是实现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都是诸佛如来，我们说化身大士。焰口跟海光都是表智慧，焰是火焰，光是光明。那么这个地方海光是比喻智慧光明的深广如同大海。能为一切众生宣言妙法了。所以他那个口是智慧之口称之为焰口这个焰口跟恶鬼里头焰口可不一样焰口那个恶鬼里面有焰口鬼那个是业障很重，得不到事物，恶鬼里面最苦的一滴江水都得不到。你给水给它喝，它水喝下去就变成火往外面吐所以说恶鬼里面最苦的无过于焰口鬼那么佛法里面它是放焰口以佛的法力消除它的业障使他能得一点江水得到一点饮食就帮助他了。所以叫焰口施食是这个意思。在此地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此地的焰口是口放光明。
比喻宣说妙法，口能宣说妙法从哪里来的呢？从智慧来的，从海光来的。海前面说过，比如性海，跟前面我们讲的梭羯罗龙王，那个海龙王是有意思很多。这个地方呢，只有性海，而不能设置为业海，说业海讲不通，这是性海。自性里面本具的无量无尽的智慧，这个才能说这是能说的真因缘口是说法的工具所以自性无尽的智慧光明从你口中吐出来宣扬出来，这个口再称之为咽口，所以此地咽口啊是表智慧的。那么落实在现象上，就是我们常常读到的无碍辩才。无碍辩才智慧之口辩才的根源是性德的光明。那么表法的意思我们懂了。要怎样学习？用什么方法才能开发我们自信的光明？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明心见性的方法。在这许许多多方法当中，一切诸佛劝导我们，介绍给我们的，无过于念佛的方法。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你只一味去念去，即使念到功夫成片呢，智慧就现前了，就有一点小智慧了。念到一心不乱呢，那你的智慧就圆满现前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站在这儿。Thank you.